嘿呦，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马自达 CX-3 胎压侦测器归零。然后我们亮这个惊叹号的橘色。然后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灯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到资讯幕这边找应用程式，然后警告提示，它这边有一个惊叹号，然后它显示胎压异常。啊，其中一个轮胎胎压过低，检查调整胎压后，然后按下那个设定就可以了。然后按住，等它哔一声，这颗按住，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调整过胎压了，然后按下去它重新侦测，那如果胎压足够的话，它灯就会熄掉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